今日8月3日星期六，又嚟到機場啦。我哋今日會 join 一個旅行團去8日嘅老窩啊，比較冷門少少，咁咪參加關鍵嘅。咁啊，團費就3999一個人嚇。咁另外機場税又1200蚊。咁啊，仲有咧就呢個導遊費每日150蚊啊。啊，另外有個自費節目嘅，唔知佢咩嚟噶，冇乜留意到，就900蚊一個人嘅。咁啊，睇下到時參唔參加啦。咁今日就開始8日嘅行程啦，一間，咁啊，一間再錄過啦。咁因為依家仲係早啊，咁啊早咗少少嚟。見過之後，今日最好天好彩，就唔係出嚟咁啦嚇。依家機場狀況嚇。哦，啲朋友都嚟咗，等緊啊！原來，嗱啱啱過咗海關啊，過曬兩邊安檢都做埋。哇！嚟到呢度 food court 啊，幾多人，人山人海。咁嗰啲呢度工作人員又放晏晝，應該係嘛？又嚟食晏，哇得，好熱鬧啊！啊！咁我哋搭呢個2:55個班機，依家都成1:30啦，都幾問水啊！其實都可能諗住食個晏先啊，就太多人啦，又要等。又問水，咁我哋費事啦，搭咗呢個無人列車先過咗去嗰邊先嚇，睇下有冇嘢食啊！睇嗰邊，因為仲有時間都係唔多嘅，就半個鐘頭到嘅時間。咁咪真係都好趕時間，真係好趕時間。Hello 啊 ，Hello。咁我哋今次咧有1行7人嚇參加呢團啊。Sunshine Day, good. 我們搭到無人駕駛列車過在這邊，看看找東西吃，因為不是太多時間，都挺緊迫。叫了個全日餐 All Day Breakfast。呢個就 all day breakfast 啊！嗱，呢張就我哋今次嘅行程表，8日噶。咁我哋第一日開始咧就係香港去萬象，啊，跟住入住酒店啦，咁啊，跟住一路玩落去，睇下行程點啦，玩完啦。嗱，睇一睇啦。浸乜嘢？哦，一陣我哋搭個飛機咧，大概2小時到啦，去到啊萬象啊，係咯。開始登機啦，我哋211呢個閘口啊。我哋搭呢個 HX562啊。Final call 啊！佢哋仲可以周圍走啊！唔知去曬邊啊啲人。登機的旅客，從速前往登機閘口登機，航班即將開出。謝謝。最嬲尾嘅登機嘅人啊，除咗領地之外，啊，今日真係好天啊，香港。呢一輪嚟講最好天係今日啦，係嘛？太陽出嚟，咁我啲熱量，我哋睇下緊要。我哋搭呢架 Hong Kong Airline。
係咪想俾人打咁處理啊？嚇、啊？系啦，快啲啦！依家先14:29，呢架飛機系14:55先起飛嘅，啊，應該就有段時間啦。飛機裏邊嘅情況係咁樣噶嚇。係咯，唔係有關大嘅，一定安全嘅。15:17，需要任何協助，請向乘務員提出，多謝。3:50，而當地的温度為攝氏的29°。在降落的途中，很可能會遇到不穩定的氣流，機場建議各位繼續留在座位並將安全帶緊扣。
之後進入呢個氣流，但有少少啊，有得崩平啊，會開始一路行緊入去飛機入去啦，向度啊。踏足呢個萬象機場啦，叫做啊，即係等於呢個老窩嘅首都嚟嘅，呢度係。咁仲有咧，呢度係其實就叫做寧國，咁又叫做永真啦，其實就係啊。咁因為兩個名稱都 official 可以通嘅。有得好靜喎，好似係啦嚇。後屘今日過咗開關先啦，我哋要。係啊，要排隊。係啦，要過咗關先啊。有買5G 嘅 SIM 卡，15G 喎，就30分鐘可以打電話，就應該係20蚊人民幣啊。可以有15G 嘅。嗱，呢度有部 ATM 啊，24小時隨時撳得錢嘅。你有啲卡就得噶啦，最緊要啊！用15G 嘅線卡試下，20蚊人民幣啊！咁你可以用7日嘅，咁咧同我哋裝埋先。啊！好快再同我搞掂埋添 ，set 好啊！即刻收到啦！你個樣啊！咩啊？收到噔噔噔响晒入。哦，系啊，响咗。O K 喎吓 ，O K。咁过呢个关都好方便嘅，其实就好简单啊，比较想象中容易啲啊。佢 check 你个 pass， 影张相，咁啊过到啦。好快脆啊！个名咧叫做永真嘅，永真。唔系，其实嘅两边都通用嘅两个。咁啊，即系台湾叫永真啦。咁啊，呢个城市咧就系个首都。就是泰國同苗甲嘅邊界嚟嘅，邊界。OK， 咁其實呢度萬隆咧又叫永真嘅嚇，咁呢個我哋叫佢寮國或者老窩德，咁人口都係700多萬，同香港差唔幾多，香港幾廿萬到啦人口就嚇。咁我哋第一日嚟到呢度機場喺度等緊，點樣分配啲人啊？我哋出去搭車啦嚇。啊！呢、這個所謂國際機場啊，都好似幾十年前嘅中國大陸嗰啲機場咁樣啊！啊，出嚟個天都開始灰灰暗暗咁樣，好似個天想落雨啊！又啊，啊，40萬嘅，啊，所以咧，40萬唔得。2點，一陣咧。車旁邊大家將行李擺喺車行李箱嗰度得噶啦，一陣司機幫我哋會放行李上去啦嚇。咁啊上咗車之後，我哋從座位嘅第二排往後邊坐，後邊坐嘅，因為我哋呢度老窩啦，應該就係全面禁煙嘅，除咗機場出邊有兩個位置食煙啊，其他地方應該就唔俾食煙噶，咪就罰得好犀利啊都。歡迎儀式呢個係。VIP 啊，可以分析嘅歡迎啊！對。黎叔。好，謝謝。我哋以為去咗夏威夷添。因為以前咧，就係老窩個國巴，就曾巴巴，而家咧已歸。所以個曾巴巴咧成日收集唔到，呢個咧就專門係老窩人就係、是、拜佛嘅時候會用嘅。咁一般老窩獻花。機場門口呢度咧又有啲仙卡賣，有幾檔喺度。啊，一檔、兩檔、三檔，三檔至四檔仙卡啦。平啲。啊。15蚊啫。係咯，我就係咯。15蚊啫。1美金對。
1美金，5天1美金。嗯，知道。咁呢度咧系15G，7日嘅，都系20蚊啊嘛。咁自己睇啦嗱，啊。咁埋边有几档小食嘅食嘢嘅，可以呢度啊嗱，填下肚啦。如果都喺度可以食下嘢嘅吓，就价钱唔知啊，冇得闲去睇啊。正啲啊，出渠道之外有 croissant 啊呢度都吓。法国餐厅嚟噶 ，baguette sandwich coffee cake。唔睇幾錢先啊？咁但係睇唔到錢，幾錢？我呢度飲嘢40000多-50000，真係唔識分啊！啊，呢度有個箱啊，呢度寫啦，38000一個。咁呢個63000有埋行人片啊之類啦，係嘛？OK， 咁呢有雪糕啊 ，DQ 啊 ，DQ， 哦嚟到呢度萬象區咧，真係好多中國人喺度做生意，所以你普通話、廣東話都流通嘅呢度其實啊，方便好多，估唔到啊，一出聲就可以廣東話得，普通話都得。嗱、啊，呢架嚟坐嘅巴士啦。唔知坐程啊，全程坐呢架车啦，唔知啊。上车先，大家理解嘅，反正我会尽自己最大嘅力。你睇下嗰啲电线乱七八糟啊，真系哇，仲犀利大陆啊，搭到啲线啊，都好齐整啦。咁啊，翻转头亦都祝我哋今次7晚8天之旅顺顺利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好唔好？好。好。OK。咁我哋而家咧就到咗老挝呢个机场，老挝万象嗰个机场嚟嘅。咁啊，亦都系呢个机场当初系日本人嚟去修建啊呢一个机场。老挝机场好细啊，再透过车窗，行紧两边街道都系绝大部分系中国人开嘅呢铺头嚟噶。喺呢度啊，叫做中國人嘅中國城啦。唔好話同香港比啦，同中國大陸比，咁嗰啲鄉鎮比，中文字你得啊，因為佢個首都啊萬象就類似我哋中國大陸嗰個可能影城差唔多到噶啦，啊影城差唔多到嘅，啊咁啊窿班啊啲地方嚟講咧就類似中國嘅鄉鎮咁樣嘅，啊所以佢窮。佢就落後，所以佢個基建各方面嘅嘢嚟講咧，佢就會比較落後。啊，啲路，例如講咧，我哋今次可以講咧，會用翻兩種交通工具嘅，一個咧喺萬象首都，我哋用翻呢啲嘅大巴嘅。第二個，我哋到咗一個嘅龍布班咁啊龍布拉邦同埋孟寧嗰邊之後嚟講咧，我哋用唔到大巴車嘅，會用翻嗰啲麵包車，要到時會分車嘅。要分車噶。咁啊，我哋呢個團隊咧都係屬於 VIP 嘅團隊噶啦。但如果普通嘅團隊咧到萬寧嗰邊，會坐翻咩車啊？會坐翻啲嘟嘟車，敞篷式噶。雙條車係啦，只不過搭咗個棚仔喺嗰個頂嗰度，就冇紙冇瓦遮頂咁解嘅啫。但係咧就冇空調但係我哋起碼到萬寧嗰邊都會用翻嗰啲麵包車，即係起碼有空調啦冇受嗰啲煙塵飛嚟飛去啦所以嚟講咧，喺翻呢邊你會經常會感受到佢口味都好啲啲，因為而家咧熱季剛達到45-6度、6-7度。一片街道冇電㗎啦，但好快都會長啊！萬象排除大一，會有翻工時間係17:13，但係咧中國時間、香港時間已經係下晝6:13㗎啦，係嘛？所以中國老挝時間會比中國時間、香港時間會遲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嘅。所以嚟講咧，大家要調翻下時間咁而家我哋啱食飯亦都好，我去食晚飯啦，之後我哋再翻酒店，翻酒店咧再撈大家慢慢傾翻。老窩呢邊個一啲個比較特別嘅嘢嚇，咁一陣食飯咧，我哋會坐翻三圍台。好啦，行一行啊，萬象嘅街邊啦，睇下啲渠都係咁樣噶啦，就係污水啊，又成通街都係垃圾，又係咁樣冇辦法啦，啲地方比較落後啲，咁呢度叫做係首都噶咯噃
咁我哋過幾日遲啲玩完嗰邊，翻翻嚟都係呢度玩一兩日，好似喺度萬象嚇，唔知啊，睇點啊，到時。周圍都係水浸啊，有少少。Qing Palace， 勝利酒店啊，叫中文啊，都係中文名啊，有嚇。咁啱啱落完場雨，地下濕曬噶啦，喺啲水浸嗰啲地方用。咁嚟到我哋今晚食飯嘅地方啦。哦，下面一個車場嚟噶，連嗰啲金屬嘅支架係撐住嘅啫噃，下邊係啊，上邊就係酒樓嚟嘅，應該係啊，嗱個頂用啲鋼鐵嚟砌啊，巴咁樣模式啊，啊！但係咧就冇冷氣噶，擺咗喺度啦，我哋開餐啊！二四六六個餸一個飯，暫時見到啊！依家加到係九個餸喺加，啊都 OK 啊！啲餸睇來啊，食來都唔錯。本地啤啊，呢個係老窩啤啊，呢個係。8蚊啊！啊，人民幣8蚊。真系出现彩虹啦！啊，你好迎接我哋嚟吓！啊，上边啊，嗱呢度咧，不过好细条嘅彩虹，唔够长，因为太多云咧，所以睇唔到条长彩虹，睇得小橛啫呢度啊！喂，几个人睇呢度？睇到嘛？啊！今日第一日嘅行程，應該完畢啦，食完晚飯啦，就去酒店噶啦，入住酒店嚇。聽日先係真正我哋嘅行程開始啊！啲餸菜都 OK 啊，唔錯啊！嗱，呢度應該係老窩最中心點啦，最繁華地方啦，應該嚇。披薩食啊！佢咧咁嘅飽啊！日落冇耐啊，個天幾靚仲係啊！
加二。我讲下呢间酒店房先啊，嗱，呢度系十二楼啊，1207。啊，咁啊入嚟，左手边，有个雪柜喎，坐地雪柜添啊，哇，都几大啊。不过你住一晚，对我哋冇乜作用啊。跟住咧，隔篱有个电嘅炉啊，抽油烟机、水龙头啊，嗰啲煲水嘅嘢啊、杯啊，咁呢度厕所。有热水啦。啊，嗱，独立嘅分开噶，呢个 toilet 呢边咧。开始有热水。冲凉噶，不过企缸嚟啊。咁呢度呢个洗手盆，半身玻璃，两个毛巾。跟住入嚟咧，就系呢个房啦，厅房喺度啦，两张单人床，有张机啦 ，idle 机啦，咁样机仔，有张圆椭圆形台，嗱，大致上就咁样啦。咁出边咧，咦，仲有阳台喎，有个出唔出得去咧？啊，可以出去喎呢度啦。啊，有个阳台喺度啊，唔错喎吓，嗱，几大个阳台都。望落去景都开阳啊，嗱，望到好远啊位啊，啊，唔错唔错，呢度系$75一晚噶呢度，嗱，可以晾衫啊，有得架俾你，咁但系你住一晚唔去啦，唔洗衫噶啦，咁 OK 啊，呢间嘢都唔错，因为第一晚啦，跟住落去就唔知啦。开咗冷气。冷氣都 OK 啊，正常。咁呢度就衣櫃啊，睇埋衣櫃先啦。嗱，呢度有兩浴袍兩件，跟住呢度咧，又掛衫噶啦，就咁啦。啊，簡簡單單，唔錯啊。嗱，今日嘅行程啊，大致上就完畢啦，都滿意嘅啊，尚且第一日就還可以。